退休工资卡片，不过一直不现在都不给我，全都没看到一样。你看够不够人？都一样，知道吧？我们那些工资还不是要给老婆管起的，还不是十几年了。我来找。我也接。是不是？想通点啊，想开点。所以说啊，我们是以前在那个年龄，包括我们现在的工资上，身体是最重要的。58岁才上交工资卡，大爷你知足吧。好多男同胞20多岁就开始上交了，听听民警的心声，都是天涯沦落人呐、我也没有见过工资卡呀，还想找儿子诉苦，儿子的工资卡可能也给媳妇儿管着呢。不开玩笑的说，一个家劲儿往一处使，统一用度这没啥，但好歹也得给看一眼呢，见也见不着，这过分了。但往好了说，有人管账也是好的，闲时找来及时用，就怕手里有钱就乱花。如果下面这位被控制了工资卡，估计也就不会遭受那样的损失了。近日还是在重庆，有摊贩下乡卖空气能灶，并告诉居民不插电不烧气就能用。当时很多围观人群啊觉得神奇，一大爷赶紧就掏腰包买了，买回家赶紧给家里的老太太炫耀一番，结果回家打开来一看，傻眼了。难道过火月子啊？你弄这个嘛。这是就是那个空气燃烧。我有空气。年轻人可能觉得那条新闻很好笑，空气灶那个都能相信啊，就好比很多人觉得智能手机很简单，想不明白老年人为啥子就是不会使用。你明白不等于他明白，没得人教没得人提醒，那就给老骗子可乘之机。这也显得骗子更可恨的原因，就知道去乡下欺骗一些不懂的农村老人。所以在此也提醒老年朋友，一定但凡站得矮点儿都够不到充气垫吧，你以为是在保护人，其实他们是在保护地板呢。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这玩蹦床呢。真诚建议别跳楼了，去玩儿童充气城堡吧，又安全又好玩。调侃过后呢，我们千万要记得，就是珍爱生命，自杀是不可取的，希望小伙子以后好自为之。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聊。带着健康快乐出发，汤臣倍健携手全益健康大药房，秋冬特别策划健康四川行，12月健康公益全省跑，现场还有免费讲座，互动好礼等你来。2020加油吧，我的抵抗力。话说地球人总是在展现自己，不断开发自身的奇葩潜力，有些奇葩事就像谜一样的无法解释。然而这些奇葩事的当事人也是在用实力拯救无聊，有尴尬有快乐才是完整的人生。2020年还有不到10天就要结束，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一年的人类迷惑行为。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你能浮在水面上？啊。
比如说你22号从那边飘过来的，是不是？然后昨天的时候人多不好意思呼救，今天正好看到有人了才呼救的，对不对？啊，然后就呼救的，是吧？看这搬家的时间太短了，也没能把缝线怎么系统学会。希望这次能够明天环节能给我承重，把缝线系统系统学会。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群众举报某宾馆内有人聚众打牌，接警后发现房门紧闭。我来不要。男子喝醉，看见小伙太帅相认，做干儿子反被揍。一子一父，一子一父，一子一父，你笑死我了！我太嗨了。来看2020神奇脑洞大赏，盘点全年社会事件名场面。刚刚看了上榜第10到第6名的选手，今年迷惑行为总冠军究竟会花落谁家？哪一个让你印象深刻？咱们接着看。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都很累的。